带着被我错认成我家猫的姑娘去逛商场。不是，你带我出来干啥呀？不是你说你要研究猫的习性吗？研究猫的习性我也不用出门啊，这么多人。那猫还能不出门啊？走走走走，来走走，别薅着我，走走。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。那你穿成这身出现在我家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好意思？那不是我闺蜜家吗？那是我家，快走！别回头看我，走。我真害怕。干啥呀？学一下他。有人呢，我不学。你学不学？不学。不笑，你看着人家，你看着你。嗯，不错，走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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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什么？走啊！你怎么又不走了？干啥呢？瞅啥呢？你可以不吃鱼，你是人，不是真猫。我要吃。干什么？这还有人呢啊！不想吃。你挤着我不吃。我要吃。哎，你人，这么多人了。